不曾失去什么东西呀、啊，哪还有什么可以得的呢？
哎，这句话是开悟的人在讲的话啊，如果我没有开悟的话，可能难把这句话讲出来了啊，所以他说我怎样，什么都没有去呀，哎，所以我去潮汐也是一样，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呀，哎，然后师兄就问他了，既然都没有失去什么东西，那你去潮汐做什么啊？哎，然后呢，师兄是这样子问着，哎，师弟就问啊，说我若不去潮汐一趟啊，哎，又怎么会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啊失去呢？所以两个在这里一答一问当中啊，两个即下即入吧，所以呢，这个公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为什么师弟跟他说，哎，我什么都不缺了，师兄问他你从哪里来，然后从潮汐。师弟又问他说：“你去那边学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了？”哎，师弟说：“我本来具足啊，什么都不缺呀，又何必啊？怎么样？对吧？何必向外去奢求什么东西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何其自信啊，本来就具足了。哎，所以呢，它是清清净净的，圆妥妥的。哦，本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哦，就像我们点燃师。哎，本来是当我们点开乾坤窍之后啊，它不是给我们自信佛，也不是给我什么东西，都不是哦。本来三宝我们就有了，只是点燃师呢，帮我们打开了，指引一条真明路，叫我们要从这里下手修，然后呢，要回归于里面的，就从这里就对了。所以本来第一宝乾坤我们就有了，所以这两宝门我们就具足了。所以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本性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下功夫修那就对了。所以就好像师弟说的，我本来就具足啦，我本来都有的啦。他说你都有，你干嘛要去抄去做什么？他说如果我没有去拜见六祖慧能指示的话，我不懂，我还在外面找什么玉佛啊、木佛啊、金佛啊，什么雕塑的佛，哎，但是一种外表佛，有形有相的佛。哎，然后呢，我去拜见六祖慧能指示之后呢，开悟了，我知道真正的我是我自己，哎，就是在做你自己，哎，你就是活佛，也会吃饭，也会睡觉，也会讲经，也会什么说话，也会渡人，哎，也会办道，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活佛，所以他这一席话已经告诫我们了，本来就具足了，我们借用的那个清净经也跟我们讲这样子。他说：“虽贫得道，实无所得啊！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入之者，可传圣道。”哎，这个够清楚的吧？虽然我们今天都说我们求道了，我们得道了，非常恭喜大家。可是呢，到底得到什么？都没有，知道吗？都没有得到什么，因为本来核心就具足了，还需要什么人给我们吗？上天都非常巧安排，帮我们安排好了，每个人都有佛性的，所以求道一事呢，那是一种什么方便法门指引呢众生啊，回归于无极里边的一个什么行路他说，哎，实无所得啊，其实什么都没有，三宝我们自心都有了，所以你看行观佛性的所在处。第二宝呢，就是无量真经，本来我们也具足的。第三宝的合同呢，我们都有了所以何必到外面自己去再找呢？所以他说什么，可以真正踏出来，为化众生，这样才是离为得道。因为求道之后，叫做内圣功夫啊，然后呢，慢慢把它踏出来呢，行外望的功夫，这样呢，能悟之者，可传圣道啊，可感悟到这样的人呢。哎，我们才是真正的回来大方出道所以不要再执着于外面的一个形象的，不要再执着外面的什么朝圣啊、礼拜啊、各方面的找佛啦。其实我们呢，以前还没有修办道之前，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可是呢，受名师一指点之后啊，我们怎么样豁然开朗？哎，刹那间就顿悟了，原来我们都是一尊的活佛。所以只要按照我们济公活佛的一个法规来行，那就对了。哎，什么法规？济公啊，只要我们是济公这两个字，大家都是活佛。我们不要济师，济师就不是活佛。
所以差别就在这里而已哈。爱六所谓的指示呢，他的讲法这个道理叫做就近无证的一个真理的。好、哦，所以又你看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就近无证”啊，也他是在讲这个原理原则的。好、哦，所以第一个故事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请各位浅浅呢，我们近日的第三章第一节，好、哦，还有第二节，为什么要把两节呢并合起来？因为呢，这个是在怎样？第一节他说跟我们说什么“地出不正”，就是我们初级班讲的破天八卦。然后地出不正土，啊，他说他说其无训，相见不离，知易不分，啊，人眼如瞪，啊不是，啊，哎，辩如对，啊，战乎前，然后坎，人眼如瞪，这样你刚好知道了一圈。然后呢，第二节他是后面的解析，这八个点是在说什么，而且他处处在哪个花，所以啊，第二节是在解析。啊，所以后者就把它并合起来啊，这样子呢会比较得当一点啊。好，我们一个一个呢来慢慢的解析啊。那第一个叫做地出孤证呢，所以呢这个地从哪里来？哎，所以我们以佛教讲的三十三层天啊，以我们儒家讲的是三层天合并起来啊。所以呢你看，里天就有位什么灵明上帝，它可以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所以呢这样子就是真正的一个地啊。然后呢祭天神啊，有一位是什么主掌的一个祭天神，叫做什么玉皇上帝啊，玉皇大帝啊，所以呢他是佛的一个什么祭天啊。然后呢正叫我们怎么样地球村的时候就有什么皇帝，所以三层天刚好三帝来负责啊。所以这个地呢它是这个一个什么无形无相啊，所以它是我们心灵上的一个寄托了啊。所以我们如何来跟上帝啊，怎样做感通啊？因为呢，上帝是一个中心点啊，所以在这里呢，后头呀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在线香的时候，哎，不要太急，真的呢。后头发现啊，我们搭了很多浅浅啊，哎，因为在赶时间。哎，甚至有一些高中生啊，还是大学生呢，他们赶着上课啊，结果找线香哦，哎，不用一分钟就 OK 了，这种效果哦是非常的差的。以我们前辈子教导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是怎么样？哎，在礼拜的时候就是最好跟上帝沟通的时候，哎，那种契合、那种什么感悟是最强的。哎，可是如果我们拜得太快的话，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前辈子告诉我们要慢慢办，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然后呢，你拜到了诸天神圣，我们就可以跟诸天神圣当下契合。如果我们拜到弥勒古佛，当下就可以跟什么弥勒祖师来契合，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真的可以试试看，或者呢也。也听老师的话哈，录音带，他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在修办道当中啊，最基本的一个叩首，就没办法真正的把它拜得很好，有的太急了，哎，有的太快了，有的呢佛号呢根本怎么样都念不清楚了，所以有的人甚至在怎么样一直拜的时候啊，拜光了啊，可以的啊，怎么样，都有一个经验。哎，往往你都快，我跌到哪里了？忘记了。所以你看，连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做不好，我们如何来跟上帝沟通呢？来做一个感通呢？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把自己脚步稍微缓和一下，把我们一些动作稍微缓和一下，这样子呢，才可以跟我们上帝来做一个什么协通。或者再讲一个真人实事的故事，或者那个单位有一个叫谢老师，这个人是伦理的专家，讲伦理呢讲二十几年了，所以你看他的功力多强，他就很奇怪，就是说进入道中之后呢，什么经典啊，虽然是有在研究啊，可是呢，唯独伦理哦，他特别喜欢。而且是讲一句不算夸口的话，叫做倒背如流，所以他可以这样背这样背，所以二十遍当中你随便给他
出一个什么人间篇，他照样的把你列出来，哇，很厉害啊。他之前呢，墨水在训练讲师的时候，就是这个谢贤写的帮我们指导的啊。然后他在讲自己的经验，他说他还没有就是在当学习讲师的时候啊，他就很喜欢背伦理的，可是呢，喜欢背没办法把伦理里面的内涵好好阐述出来啊，可是还要练啊，因为毕竟讲师就是要勇于承担啊，勇于上台，勇于呢来怎样阐述真理嘛，啊，慢慢的来磨练嘛，结果他真的有一次哈，从高雄人家聘请他去到台北领讲一堂2点钟的课，所以他在讲，结果就好像肚子里面很多东西，可是呢，就一直讲不出来，一直讲不出来，哇，讲得满身大汗啊，有没有？各位先生有没有这种感觉？尤其在练讲师的时候，我都准备好了，都 OK 了，然后上台是一片空白，是不是？哦，都是这样子的啊，或者以前也是这样子来的，他也是这样子来的。然后那一天在上台的时候，哦，准备了2点多钟的课呢，怎么练一练呢，什么都没有了？剩下还有很多的时间，那怎么办？然后呢，越讲啊越紧张啊，越讲那个冷汗直冒啊，结果就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佛堂坛主很厉害，他就用一招，然后赶快送毛巾来，赶快送茶来，就请那个这讲师啊说，你静下来，等一下再讲，不要紧，先擦个脸，先把心静下来，先喝口茶，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然后呢他就向后转了，因为你真的讲不下去了。然后他向后转了，深一口什么好深的气呀，然后呢，就赶快来擦擦脸了，怎么样？喝口茶之后啊，不管怎样调戏一下之后，他转过来，这转过来就不一样了，变成什么？真的，因为他平常已经把伦理很通通，对吧？怎么样？从头背到尾，又从尾背到头了，把背伦理了，只是呢，他没有办法精准的把它解析出来而已啊。结果他这样降服其心之后呢，又好像上帝给他加领啊，他懂过来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样，好像变成一个讲师一样，滔滔不绝娓娓道来，孤儿第一呀，伦理的第一章，孤儿的第三章，孤儿的第20章，我要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啊，你知道吗？那一场讲到最后，时间到了，所有的听众，所有的道亲，都不让他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讲得太棒了，时间到了他就不下课了，然后讲师继续讲，太好了，他说难得讲啊，怎么样，有这么契合的，他说他不得继续讲，又讲了8点钟，所以他是晚上8点到10点的，一直讲到10点半，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他说跟上帝谈通之后啊，上天呢给他加领了。所以他从此之后就开始一直讲伦理，所以就那一次开始啊，他就开始怎么样，被邀到各地方去讲伦理，到现在已经讲了20几年了，他到底讲几次他也忘记了，因为这里讲完又那里请，这里讲完又那里请，他就这样绕来绕去，所以我们真的不管在礼拜也好，在讲课也好，在行住坐卧当中都好，我们要赶快去找到怎么样？我们跟上帝感通那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真的不要礼拜的高这样子要跟上帝感通的机会就很少了，也就失去那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这个地呢，就是这样的可以我们跟他感通的，因为它是无形无相，我们看不到，所以只有怎样感而遂通，所以这个就是地。然后正呢，地出孤正的正啊，正就是代表东方的一个正卦所以这是后天八卦嘛我们都晓得的，所以它是从东方开始的所以正呢就是奋斗之德的，代表呢本来就是虚空的一片，所以整个宇宙村呢都是什么虚空的一片的，所以呢它是要从哪里开始？要的就是东方的，为什么？东方就是甲乙木。所以凡事呢都从怎么样木开始，所以为什么三阳起要从怎样清阳起
开始，他就是这种原理，地出孤正，正就是怎么样，东方甲乙木，木代表青色的，所以叫做青阳旗，所以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从怎么样正卦而来的啊。他说东方也代表了我们的东土，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哎，在6923年前啊，啊，据说啊，我们啊老母娘呢引导了我们皇太后子呢来到我们东土练武一会，哎，然后呢就怎么样，哎，派我们来啊治理这个东土，啊，交代我们，哎，在60000多年以后啊，自然而然呢他会安排诸佛菩萨来度化我们回去。因为这个东土已经做好了，已经形成气候了，没有人呢来治理是不可以的啊。那所以啊，这个是刚好一时一运啊，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了啊。那东土呢是土海啊，哎，好像是哦，哎，是很繁华的地方啊。可是也就是这样子，繁华即土矣呀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不懂得繁华的话，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土海。哎，他就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然后呢，他要赶快哎找到一个什么以苦得乐的一个什么境界了，啊，所以往往人会烦恼，他才会去修道；往往人会受伤，才会找到什么家，哎，所以往往人家会受困的时候，他才会生花源源不断的什么井水出来。所以四大难过之后，都是一个什么妙理，啊，他说这是又谈心的烦恼气苦。好，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东土呢，所得到的是什么？达摩祖师的一柱五，哎，西来一柱五。你看，当时达摩祖师啊，一苇渡江这样恢复了，他是怎样叫老水还潮，所以呢，就继续传过东方十八代了。所以他当时带什么来？什么都没有，哎，所以呢，就是怎么样，虚空一片，只有身心的一片，只有自信的一片。啊，他所以叫我们怎样？但用心力，用功夫哦。所以没有用我们的真正本心的话，没办法去找到这个东西的。好，啊，所以我们何其荣幸，哎，可以得闻啊，点闻师这样的一个什么坐船，让我们真正的一个有所开悟。不然像这些文章啊，我们怎么看还是看不懂呢？哎，像后水还没来求道啊，也是看过这个。可是后水都有一个问号，我们达摩西来一日无啊，但用心力用功夫啊，他到底心力又是什么呢？哎，哦，啊，那时候我们观念，达摩只是不是功夫的力量啊，他不在教授功夫的吗？哦，所以呢，你看这个就差异，哦，啊，所以慢慢进入道中研究真理之后啊，哦，慢慢的来了解真正的什么叫做西化的，哦，好。他另外解析呢，他东方啊代表的什么仁慈心、慈悲的心啊，博爱的心啊，恻隐之心。所以恻隐之心，人之端也呀，啊，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代表人？因为五常当中，东方代表人，仁义礼智中间是信，哎，啊，所以他代表说什么人？哎，他人是不是两个人？怎么样？这个人，黄东他就两个人。代表了两人同心，其义断金，同心之也，其秀云岚啊！啊，所以这两个人什么人？是我们一个假的，跟一个真的，两个爱同心啊。如果没有同心的话，可能各走各的，就没办法哎，真正的啊，做我们自己的主人了啊！以植物来讲，人就是什么哎，它的种子哎，归基底，脱逃离这个人。所以呢，它在东方当中代表了人，所有植物、动物才有可以生生不息这样的假产化出来啊。以我们人来讲呢，就是恻隐之心，也是一种什么人的最好的表现了啊。我们这里有准备一个影片呢，我们来欣赏一下哈啊。啊，所以什么叫做恻隐之心啊？这个呢是一个影片啊，或是把它截取下来的啊。Thank you.
满的旋风，你在跟北极猴子喽。听到吗？北极猴子拿什么油？你今天得把咱地道用了。将来就要承受乜嘢果，呢啲就系六道轮回。
论有点震慑了。早上买早，所以忙到你唔可以住得上嚟。今日，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港片啊，他来告诫我们人呢，说我们人都有恻隐之心。所以刚刚那个妇人啊，就是呢前世一年呢杀了96头的牛，所以那一阴魂啊，他怎样不放过他，然后呢就一直来缠着他叫报复，所以呢刚好是96啊，怎么那么巧啊，跟我们一经呢配合起来哈，所以呢人都有一个恻隐之心啊，所以非常恭喜各位，据说啊我们礼拜天这礼拜的进火班。所以真的啊，又有更多的兄弟姐妹呢更上一层楼了啊，所以非常恭喜大家啊。所以这恻隐之心是从哪里发光出来的？就是从怎样地出乎正的东方啊，所以它这样的一个代表。然后呢，它另外一个哲理是什么？春雷的出动啊，所以呢，我们冬天过去了，春雷已经会响，所以春雷一响，也代表了万物的出生了。然后呢，怎么样？百花盛开啊，所以你看春天啊，所有花朵是最漂亮的啊。所以因为因地因时因人因物，所以也就是听从了春天的一个出动啊，所以才有所举啊，才有所行为出来啊。这是地出乎正，然后第一个卦，它就往上一推了，叫做其乎巽了。所以后面这一段他在解析说什么叫其乎巽，他说巽东南也呀，就是东南卦啊，东边在这边，南边呢就是离卦，所以正啊就是这两边的中间就是东南方也啊，所以其也者言卦物之啊，结其也呀啊，所以其呢代表一个什么平等，什么东西都是平等观的啊，所以不管乾道坤道。不管呢是各方面的通通都是平等观的啊，所以这个我们道亲跟道亲也要有这两种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后水平啊曾经听说啊有一个单位呢，他们到国外去开完了，然后呢就有为了这个不平等的待遇啊产生很多很多的考验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平等。什么叫平等？就是一视同仁啊，每个人都有活性啊，每个人都可以成就啊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这些未接的然后产生不平等待遇啊，这样是不太好的所以六祖慧能祖师才告诫我们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所以很多人都做善事啊，积善之家必有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殃，当然这个是有功德可是呢真正的内圣的功德是尽性所以呢最大的功德要自己呢真正的达到尽性的功夫然后把它形化出来，要达到一个平等所以平等呢就是什么？就是德了所以我们要有平等观所以啊我们真的有一个大哥跟后辈讲啊，他说他们的老前人到那个新加坡那边去开完门的后老前人不是给官司还是地毛巾，还是观察结果呢，他去到新来了，因为人才不够所以那个什么人才在里面就准备一些办到了礼仪办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老前人呢就亲自在那个门口迎接所有的新道亲然后还是照样的毕恭毕敬的地毛巾给他们擦拭然后就这样招待他们进来了等到这一些新道亲成怎样有所灵敏之后才恍然大悟说我们刚第一次来佛塔，那又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老前人让老前人来递毛巾真的是罪过罪过所以你看都要有平等观的，都要一视同仁的不管我们位阶在哪里，还是要这样谦卑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德性呢，才会把它产露出来所以其乎巽，它就有这样的哲理所在。而且呢，什么叫巽？巽为葫芦，叫做深入再深入来因为它代表通嘛。所以就是说，一个人呢，真正的正道之后呢，我们的后水呀，才会怎样真正跟随着我们所以一切的万法
不离自性。所谓的真正要从内心去正道啊，不然的话，执着外面的一个能力，执着外面的口才，执着外面的一些有形有相的，那个还是没办法达到永恒的啊。啊，所以训话代表叫我们要真正的深入其境，哎，所以要入乎耳，入乎心，哎，所以以前后面讲过，我们研究经典，研究什么东西啊？所以就是怎么样，要从皮，然后慢慢深入肉，深入骨，深入里面的精髓，哎，所以后来有一次到了泰国去呀，鸡公婆婆灵坛呐。所以呢，他就请所有的点子说，来算一算这一栋佛塔到底有几个门呢、啊？哦，所以点官司哦就很认真一直找一直找，因为那一栋房子是三楼的，哦，啊，所以有一个点官司更可爱了、啊，他说是不是老大的慈悲下哈、哦，那个厕所的人呢，那算了，哎，他师尊笑一笑，你又说有，你又说没有哈、哦，啊，他们就开始去找。哦，啊，因为那时候是两个单位合并起来啊，蓝星单位跟我们义和单位合并起来，所以当场有十几个点灯在场，哎，啊，然后我大家就很卖力去算，哎，有人算五十几个门，有算四十九几个门，有三十几个门，然后呢，师尊老大人啊，当下，哎，就讲一个至理名言，哎，他说什么？一门深入，够厉害了吧？一门深入啊。虽然这栋房子很多门呐、啊，可是啊，很多走到旁门呐、啊，很多什么厨房的门呐、啊、厕所的门呐、啊，哎，我们要找到你真正的这一个门，好好深入其境，那就对了。啊，所以这个门是我们的玄关窍的门，所以呢，它指引着我们要真正深入到其境，才有办法达到它一个境界。以我们研究经典也是一样，还是一门深入就好。哦，不要说都研究到最后嘞，哎，还是一场空，那、啊、这样太可惜了啊！所以，哎，深入就是要达到一门深入的，所以你看看一门深入的功力到底有多大？哎，后腿呢就借用了这个还记得吗？这是什么？九宫的术，有没有？啊，或者把它写四个宫而已，九宫这里是不是一？啊，带九里一嘛，哦，九三九七嘛，是不是？好、哦，用这样的道理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深入？你看，一乘以三就是三，三乘以三就是九，九三二十七，二十七乘以三就八十一了，八十一乘以三就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再乘以三就七百二十九。好、哦，为什么后者要讲这个？因为这叫深入。所以后者那时候读《易经》，为什么一直到最后才有办法站在这里，就是深入这样子，两个字而已。啊、哦，所以你看看，一乘以三，哎，就是三；三乘以三就是九；九乘以三就是二十七，有没有？二十七再乘以三就是八十一，这样到一千了，你的功力就有八十一了。哎，算好课也好，算功课也好，算什么都好啊，什么单位都好哈、啊，它代表一个什么？你的境界慢慢提升了。啊，啊，然后呢，继续到，这是到一千是这样的一个功力嘛？然后到了第二千呢，八十一乘以三，你看变成二四三了，再乘以三七二九了，再乘以三二一八七了，再乘以三六五六一了。那第二千的时候，你的功就这么强了，哎，然后你继续到，哎，这里八乘下去就一九六八三了，再到过去呢五九零四九了，再到过来一七七四一七了，还在上面绕过来五三一四四一了。哦，所以你看到了第三千、第四千，境界更不一样了。哎，再到我们到第五千的话，那还得了？你看，哎，就变成多少了？15943到3了，哎，478296九了。再来，哎，就变成多少？14348907了。到这里呢，到最后就是430467621了。所以你看，一直到最后，它的那种什么，它那种妙智慧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哎。啊，所以呢，很多前学哈也喜欢研究易经，哎，啊、后学就跟他讲这个道理，哎，他们就这样子，这样子，哎，像我们那个肖老师，他就是这样子，他是后学呢，啊，在那个社团哈主讲易经的第二期的随演，哎，然后呢，他研究到易经哈就很喜欢的，哦，啊，然后就是这样，一三啊，一三九七啊，这样一直到，哎，啊，你看他已经到
到几了呢？大概四零了，啊，零到了三千四千了。所以它那种啊，功率已经发生什么？已经有什么样产生那种啊威力出来了。所以它现在可以来独当一面，也来主讲什么《易经》的初级单了。哎，啊，所以我们在研究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所以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你读第一次的《易经》，再读第二次的《易经》，再读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啊，那种境界保证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各位点燃师还有前辈呢，要我们不断的回来怎么样参班啊，回来呢研究经典，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参加一个班，参加两个班，参加三个班，一直到的话，我们妙智会源源不断的发挥什么样流露出来。哎，这个是妙不可言的东西哦。啊，阿杜，你说哦，我只有到一天而已啊，啊，到一千就八十一而已啊。哎，啊，八十一跟四三零四六七二一差多少？差多啊。哎，因为他到最后是倍数成长，你知道吗？倍数成长呢。哎，所以呢，往往我们研究易经到最后啊，看易经不是易经的，因为它是倍数成长的。哦，啊，所以呢，这个，哎，这个呢，也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好好深入其境。啊，很多人问或者说，如果深入了，就是这样的。哎，所以或者呢，就跟他，刚才跟他讲，初级吧，我们就把我们应该上的功课上了，什么功课？六十四卦好好把它背起来。哎，然后中级班呢，就把四卦呢把它背一下。哎，然后高级班呢，把三百八十四爻还有大象子、彖辞、卦辞通通把它背起来，啊，这样就够了。哎，他最后的经验你知道吗？或者发现不是背一次就可以背起来的。哎，他还是要这样绕绕绕绕，哎，绕到最后还产生一个一句话叫做有印象，这样子而已啊。完全把它背起来了，真的。哦，他可是还是有天才，真的把它背起来了。后者有一个师兄弟哦，叫做太天的，哦，后者就叫他你是太天才，应该才对。哎，他真的把整部我们那本小本哦，通通背起来了。哎，真的是通通把它背起来。你随便你拿说进卦第三爻什么，他噔噔噔噔噔把它跑出来，哎，就这样。哎，那你知道他怎么背吗？他是用日拱宫的，一直到一直到。所以他早啊晚上的时候没事情呢，就怎么样八点九点就去睡觉了，然后呢晚上三点就爬起来，哎，人家在睡觉他爬起来怎么样背经，他怎样读了五年，就是背这一本而已啊，这本小本的背了五年，哎，背到什么你知道？背到说他的太太跟他讲一句话，他鼓励起笑了你呢，哦，他说哎，背太太讲这一句话，哎，快要成功了，真的嘞。哎，代表快要成功了，所以他就用五年的时间，用这样的道理啊的方法，真的就把整部易经怎么样，通通背起来。哎，背到最后呢，或许老师说，风卦第六爻，哎，那叫风起坤，哇，这么厉害！哎，所以什么卦、什么爻、第几爻、什么名字，他都知道，太厉害了。所以你看，没有其优序的一个深度推断，拿到这种一个妙思维出来的啊，那所以呢，其实讲起来很简单。要做的话有点困难，是不是？哦，啊，所以我们不要怕，哎，因为呢，啊，有这些整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研究了，啊。他说，其实我们研究一门学问啊，是没有尽的一天呐、啊，尤其是我们所对到修道道的路还是一样，没有尽的一天，也没有毕业的一天，也没有退休的一天，啊，所以本性呢，啊，他说没有尽的一天之后，本性自然就会流落了，啊，你知道？那到最后，你的怎样自信，我就自然流露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一气呵成。所以后学建议大家研究经典，就是要一气呵成，不要有断层，真的呢。哎，所以以前后学只有不息兵，哎，所以后学就鼓励大家，请回去哈、哦，一直听，因为啊，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哦、啊，所以来到这里上课之后，后学觉得说，哎。应该做一些有影像的，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啊。所以或许不是讲得很流利，也不是讲得很好，最起码让大家可以回去复习、哦、啊。所以或许才做这样的 VCD 的啊，一个去做、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大家不断的复习研究，哎啊，复习再复习研究，再来研究，深入再深入，这样你就可以产生这样一个什么突破出来了。
气克程，达到一个始终如一，所以就保住了什么？活道如初志啊，成佛便有余啊，有一个字已经念出来了哈、啊。而且你看、啊，我们在道的时候，在研究经典的时候，在说它的时候，都是什么一回生，两回熟，怎么样？三回的就自然了，才可以炉火纯青啊。哎，所以呢，所有功力啊都是这样子的，哎，所有一个什么修炼的法门也是这样子的啊啊，所以这个六十块经也跟我们讲很多，包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全神贯注，观可以生智，智呢生悟，悟呢生化，化可以生慧，慧自然可以入性中，所以我们如何真正的用我们经典呢，真的达到全神贯注，慧入我们的性中，这个就是功夫了啊！如果没有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一个什么，哎，深化我们的妙智的话，就没有办法开悟。没有办法开悟的时候，达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化的境，所以没有办法达到化的境的话，就没办法入我们性中。哎，他说呢，你看很多人啊、哦，哇，他在讲经典啊，讲得非常厉害。哎，所以我们不要看他说哇，他讲的怎么那么顺。哦，他讲解析那么深入，其实你知道吗？他背后多少的付出啊，多少的一个什么啊，埋头苦干，多少的日子啊，真正的深入其境，我们都不知道而已啊。哎，所以这个都是他但平常跟比我们更深入，比我们更用心。所以你看《西经》才特别讲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才能到彼岸啊。所以这个讲清楚了。啊，观住在行深，深就是不断不断的深入其境嘛。哎，以我们易经来讲，就是其入性嘛。啊，所以要不断的深入其境，那种妙智慧叫波罗嘛。所以妙智慧产生自然之后，哎，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波罗蜜又从此爱达到彼岸。啊，所以没有行深这两个字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啊，所以为什么佛怎么样？佛陀师尊告诫我们说要一门深入就好。就是在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一门呢太重要了啊。好，再来呢，哎，这个其无序，再来就是啊，南方的相见夫里的啊，他说离也者，离也万物皆相见也。南方自断啊，说他居南方，所以南方呢有什么好？哎，他说以前的圣人啊，南面而听天下，想明而治，盖以诸此也呀、啊。哦，所以呢，他说相见故里太重要了啊，所以你看，地书不正，其无训，相见故里这三个卦是内圣的功夫啊，有没有？他说，哎，正卦就好像一个人的出发心嘛，出发心之后啊，他就不断的研究经典，深入其境啊，然后找到自信之后，他有所开悟了，哎，然后到地上的话，南方的时候离卦，代表这个人已经明心见性。所以叫做达到什么光明之地，所以南方记得就是光明之地啊。所以很多以前很多菩萨啊，很多圣人啊，都要从哪啊去南方找到什么某种东西，其实南方代表光明的世界啦啊。所以司马迁啊，他才讲一句话：风云际会啊，万物相见，相见在至清至净的一个地方了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在中原讲什么？哎，你的真人跟什么假人啊，在某个地方会相见，所以万物皆相见的啊。所以真正开悟的人，他什么一花是一世界的，哎，好、哦，所以那一天后来拜访一个朋友啊，他说去给人家什么做身体检查，哎，他、啊、身体检查他不是说用什么方法做，他用只有抽卡，用一滴血就把他验出里面有什么东西了，啊、哦，所以他一滴血滴出来之后啊。哎，就用什么？用那个电脑把它秀出来，他看一下啊，这样吓死了，因为他平常嘛身体就不是很好，啊，把它秀出来之后，那里面一滴血里面呐、啊，哦，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一个乾坤，哦，就好像一个什么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常说一花一世界，绝对是正确的，哎，所以他有所开悟说，哦，我血滴里面这么多的虫啊，因为他的血滴太多虫。哦，从把他的一个血人吸收掉，所以他一生当中啊，身体都非常的不好，啊、哦，他所以代表了什么？他的身体已经变成很严重的酸性体质了，啊、哦，所以他的朋友跟他啊做这个检查之后，他说你第一个就是改变你的体质。
食没有改变的话，可能啊，你身体会越来越恶化。哦，啊，所以他就怎么样，一直改变身体。哦，啊，所以那时候他才跟后人讲说，真的，哎，佛家讲的，哎，一花一草一木都是一个世界，真的都是这样子。哎，啊，所以万物皆相见，就这个看就是人呢，哎，看所有东西呀，啊，就好像真正看到自己一样，哎，都会达到什么见性的一个功夫了。啊，好。我们呢，很多人呢，啊，说要去哪里朝圣，哎，哪里要去什么啊，朝拜某个神佛。而其实真正的朝圣啊，是怎么样，从我们内心当中去朝圣，啊，可以达到什么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的。好，啊，然后呢，相见光明啊，见到本来的真面目。因为你看看，第一什么离卦，所以他先天八卦就乾卦了。所以第二爻呢，它是这样飞下来到我们说啊北方的一个什么啊啊黑暗之地嘛，所以你看它就变成离卦了。所以我们今天做名师一指点，就是要找到离卦的光明，哎，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找到了，所以好好的来怎样啊下功夫啊，啊，真正的正道者呢，万物皆相见啊，所以呢万物皆相见呐，啊，就是要达到一个坐北朝南。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庙宇啊，大部分都是坐北朝南的，哎，所以我们在什么买房子啊，还是看地啊，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人在住的地方哦，不能坐北朝南啊，哎，可以稍微偏一下，边走边退右边都可以，哎，绝对不能正面坐北朝南，因为哦，太然后都短规了，不是人可以受得了的啦，哦，是要一个大德者。还是神，还是仙，还是圣人，还是庙呢？才可以住这个东西啊，住这个方位的啊。所以他说，圣人当面普天下，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啊，这个坐北朝南要小心一下啊。所以你看看，它代表了相见。所以我们以弥勒祖师呢相见呐，啊，才可以成为弥勒祖师的眷属啊。啊，所以我们啊，后学的单位呢，在8月26号也会开一个亲口班。哎，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积极的在怎样啊物色对象哦，啊，真的可以来入这个青果班啊，真的非常的可贵，因为就是怎样，本来我们还没入这个青果班，就好像3000弟子一样，都是门外的弟子。如果我们进入青果班之后，就变成了72仙人，就是弥勒祖师的眷属，就是什么？哎，刚刚是门外，现在是门内弟子了。我往门内弟子跟门外弟子差哎，我境界就不一样的啊，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跟以前的孔子时代呢，哎，在修办到同等的一个什么哎法门的，而且我们现在跟济公活佛相见呐，啊，就成为济公活佛的徒弟了啊啊，所以呢，你看，所以我们自起火办之后啊，叫做莲花化身呢，哎，化身之后呢，就脱胎换骨了。哎，完全变成什么不一样的一个什么哎人了，因为这样子就是上天哎已经怎样把我们的名字当中逼视了，这个人从今天开始哎到最后一天啊，通通要清火如是啊，啊，啊，所以我们觉得罪过错啊，通通我们济公活佛弥勒祖佛呢，通通把我们一怎样一把怎么样啊啊把我们砍住了。所以让我们好可以呢，好安安稳稳的来进道、修道、办道、行道、了道，哦，啊，所以你看，要记住这个小青火班何等的殊胜啊，何等的难得啊！所以如果没有碰到我们的弥勒古佛，还有济公活佛师母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机缘。好，好，啊，然后我们跟我们的隐师、宝师、点蛮师都相见了，所以还可以来得此至尊至贵的先天大道，哎，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跟所有很多贵人相见，哎，所以我们才可以来走这条怎样啊修安道的路啊，所以非常恭喜大家哈，啊，哎啊，所以呢，相见啊，离卦的相见呢，啊，因为它代表禅宗的一个开悟境界。哦，他这种经验很难讲，所以后学呢就借用了这个什么禅宗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可以更了解了。以前有一个禅师叫做不语禅师，何谓不语禅师？就是不讲话的意思嘛。哦，所以他就一直修道，一直修道，从来不开口讲话的。哎，
对？哦，啊，可是也是很调皮啊。啊，啊有一次呢，他在打坐的时候，两个徒弟呢，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玩了、啊。啊，啊，刚好啊，就有一个什么游王和尚来拜访他。哎，他、啊、要，因为他叫做不武禅师嘛、啊，所以往往我们做不武禅师不错的，你知道吗？哎，真的啊。他说呢，哎，游禅师呢，来就来拜访了。哎，他、啊、看到那个不武禅师就坐在那边。哎，也没有来迎接他，可是呢，禅师这他们的动漫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怎么样，不讲究这礼节这一方面的，可是呢，他们就过去的时候就问他了，哎，问那个不禅师啊，啊、哦，他说哎，那何谓佛啊？然后不禅师哈、哦，哎，怎么有人在跟他讲话，他就不怎么样，不讲话，啊、那怎么办呢？因为平常有客人啊，都是他两个徒弟哈、哦、代替他讲话。他、啊、今天呢，哎，怎样找不到徒弟了？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东边看一看，西边看一看，看什么？找徒弟呀、啊，哎，找他来，怎样帮他回答、啊？哎，啊，结果他这种举动呢，游王啊和尚就非常的高兴啊，然后继续问了第二个问题了，何谓火啊？哎，因为昨啊，那东边西边看不到，然后他就上下在找了嘛，哎，上面看一看，还是看不到徒弟，下面看一看，还是找不到。那、啊、他怎么办呢？哦，啊、所以呢，啊，游王和尚看到这种情形、啊、那就更高兴了。哎，然后呢，他继续问何谓真啊？哎，然后呢，到这里啊，这个不武禅师啊，我东西啊给都找过了，看不到我的徒弟啊，也找不到他们了 啊， 干脆闭目不答了，什么都不说了。哦，所以呢，游王和尚太高兴了，然后就出去。出去的时候，刚好是碰到什么，他两个徒弟回来了。哎，他、啊、看到什么有客人来呢？啊，那我师都不讲话，啊、他如何来招待这个客人呢、啊？哎，他而且看到这个客人哦，很高兴的出去啊，啊，就说哎，某某人啊，哎，请问一下哈、啊，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来这里拜你老师啊，啊，来参禅呐、啊，哎，啊，可是我老师从来不讲话的，他是不语禅师呢。他说对呀、啊，这是不语才是厉害啊，哎，所以不语哦才是真正的真语啊。哎，两个徒弟哈、哦，哎，对他一讲哈、哦，你看，哎，整个都有点混沌了。哎，他说啊，不然我的老师来跟你讲什么？刚刚我问他，哎，什么是佛？然后他东边看一看，西边看一看，这个代表他不用讲话，他用这个动作就跟我讲说，东方人此心同，此理同的，西方人也是此心同，此理同的，非高招了。哎，佛性本来就具足的啦，东西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啦。哎，啊，所以他用这种举动就告诉我的这样哲理了。好、哦，然后我问他说什么是佛啊？然后呢，他就什么上下看，哎，看一看代表什么？佛法没有高下的，哎，你是同人的，哦，即使你是皇帝要来求道，也是要怎样？要那么谦卑才有办法啊。好、哦。最后我问他说什么是真啊，他啊闭目不答了。他你的意思啊，你老师的意思叫我怎么样来到这里呢？你不用问了、啊哎、你问的太多了。哎，我们本来的一个生出就有是这样什么，哎，就是一个高僧了、啊、人人都有佛性，人人这个成佛，所谓真正的佛就怎么样，每个人都有真正的佛是不高下的，真正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你不用到外面去找了，你就是了。哦，所以这个游王和尚呢，哎，讲这样出来呢，哦，怎样，非常有悟性。所以讲给两个徒弟听啊，哦，这两个徒弟哦，哎，怎样，互相的看一看，我这个不语禅师，哎，师傅有这么厉害啊？哎，从来不讲话，他的境界这么高吗？哎，然后他们两个，哎，怎样，游王和尚就拜，怎样，谢啊，怎样，哎，走了。两个徒弟就进来了，哎，徒弟进来的时候就被什么不语禅师骂了，从来不骂人的，从来不开口的，可是这人嘛就是要骂人的，哎，他说外头你们他害死你在说，哎，人家来拜我也没有一个人敢代表我讲话，啊，你都知道我是不语禅师啊，啊，我在客人的面前讲话破功德啊，对不对？哎，所以他一直问我，第一个说什么是佛啊？然后呢，我怎么样东看西看，要找你们两个小伙找就找不到。哎，他又一直问何谓火啊？然后呢，我上下一直观望啊，还是找不到你们两个。他、啊、你们两个到底是跑去哪里了？哎，害我哈、哦、怎么样？他电话里那么贵，哎。
问哦，第三个问题出来出来之后呢，因为找不到你，干脆闭户不打了。哦，他说你看看，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哎，所以祸水呢，在这里扮演的不与禅师啊，各位前辈扮演流氓和尚啊，所以悟性相当的高啊，所以祸水的不止啊，就请各位来补习他的不止了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等一下继续来讲啊，我们的一个智一智坤啊，请各位前辈来休息十分钟，感谢。